朋友们，我现在也是招管理啊，我们家管理现在随着人气的增长，然后我的管理不太够用了，所以说如果想要到我们家当管理的朋友，联系花生妹啊。有朋友说大飞哥这个天使是赠送的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他就是送的呗，啊，我这是就是正版的，他是赠品，嗯，就是不要钱的啊，就是。但我想说，来多少钱一个月？我刚说了，在我这做场控呢，是一个月，3万块钱，然后一个月给3万块钱工资，每天工作就3个小时，就是我直播这个过程当中，给我抱抱人呢，这个上上马甲什么的，一个月3万，有想要干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那个花生妹，但试用期是3年，咱们都工作都有个试用期，然后呢，试用期是3年，这3年是没有工资的啊。3年就是这个试用期是正常没有工资，因为我得感觉你的人品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孙正格，所以想要给我当场控的可以联系花生，愿意为我们付一这个出一份力的朋友，好不好？